手气真差，明天再来。这一盘还有这一盘我都要了。耶冷的个冷的个冷的个冷冷的个冷。太好吃了。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都要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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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来了。哦，什么事啊？您好，这是账单，请您尽早偿还，不然衙门会来人抓您的。哦，好的。啊，这么多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这让我怎么过呀？没有了，一分钱都没有了。天哪，我什么都不会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坐吃山空，这个成语告诉我们，只知道吃喝玩乐和享受，不通过正常手段谋生，即使有堆积如山的财富也要耗尽，到头来倒霉的依旧还是自己，大家要记住哦。